傻眼，新婚陶喆竟说找不到家。希望爱能带你到更远的地方，昨天为基督教爱在四月天公益演唱会开唱，是大小孩，我们大家共同站在舞台上一起做演出。下午参与艺人一起现身记者会，老中青三代都有。论辈分的话，大家可以想象吗？我居然跟傅达人傅大哥可以同台啊！他在播新闻的时候，我还没断奶啊，对不对？去年刚结婚的陶喆，这回也回台参加。很多年也都想继续再来参加。可是一直可能这个时间没有碰上。45岁陶喆说做人计划随缘，倒是抱怨老婆陪你婚前常帮他码一节，婚后缩水只剩半截。这一次的主题应该说是家吧，对，那爱当然跟家也是有关系的。我个人的家的定义是什么呢？一个可能跑来跑去的一个人，可能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。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点可以跟我们讲？比如说现在的家是你的。特别的点就是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，我还在寻找。现在还是吗？对，你说因为我成家了吗？有老婆了吗？老婆在哪？应该在哪吧？对，应该这样说，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对，就算你可能有老婆，你可能，可是你心不在的话，那你还是那个不一定是你的家。陪你要一直做菜，想把昂的心绑在家里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差不多可以再最后一个问题好了，因为马上。啊，这个问题不要是一个要有营养的问题哦。OK。你问。好。最近在微博上面很常分享那个老婆做的美食，那自己会下厨吗？对，其实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其实我最喜欢待的一个地方，也就是厨房。厨房可以说，也可以说是在一个家一个屋子里面的一个中心。昨天我的老婆 Penny 呢，也准备了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，对，她这个尝试这个越南春卷，然后成功，耶！苹果的新闻应该有抓住老公的胃吧，报道。Hello， 我是丁晴天。5月18号每晚9点，请锁定《苹果日报》，看到我最新的网络偶像剧《迷途》哦。